我操！这个泰坦卡莎密斯，这波我还踩上去，因为克里德赛要硬杀。这里 QQ 到，哎呦，很猛！这里克里德有闪还拉开，这你怎么说啊？方布拉斯这边在操作啊，一个勾还勾空，还没有触发 CD， 这个妖姬说不好都能跑啊！怎么说妖姬这波怎么操作？亮 TP 的没？没有亮 TP， 按的 B， 那也问题不大，练一下，自己 W 走，闪现啊？什么意思啊？这里卡莎一个 W 精准的命中了妖姬，妖姬这一波不用闪现，一个眼照出来两个真眼，这里方普拉斯也很差呀，东东的线能先推，但是也推不完，两边的线是差不多的，这个真眼怎么说？哎，这里两边辅助都升六了，很关键，这里哎方普拉斯先来的，把视野做掉，这一波团战对 RNG 来说很关键，而且 RNG 现在打团也是优势的，一个 Q 全 Q 空，哇，不过泰坦一个反手勾也空空了，那这里卡牌一个大专亮视野以后也没有 后续了，这波龙团方普拉斯应该是要接的，但不着急，让你先打，这里肯定的看一下自己的反应，反应这么慢吗？你反应这么慢你走上去干什么啊？这里方普拉斯的肯定的直接走到脸上送了，然后自己的妖姬也倒了，辅助也倒了，打野也倒了，看不懂，我天哪，你知道吗？他往那儿走的时候，我第一句话不是说他要吃钩了，我是说看他的反应，他没有反应，他竟然敢这么玩，我吐了，看我看晕了，还是一个勾 QR 又是秒掉的乐福兰，哎呦，那这样子，哎呦，一个练还练到了行，行的闪现被打出来了，还得死，这里 TP 亮过来，剑魔的 TP 位置很差，小虎直接去留方普拉斯的后排了， EZ 这里是有进化的，进化秒解，哎呦，一个 AA 掉，哎呦，林伟翔这个秒解有点帅呀，这样子的话 RNG 又是小规模团战拿下没问题，因为没得打，现在就方普拉斯现在中野两个兄弟已经是没有办法起节奏了，只能等对面送了，下一条小龙马上刷新了，但这一波风布拉斯是不是有机会拿这条小龙，因为 RNG 这边大招全用了，哎，好像还真是这一波小龙，这一波小龙 RNG， 哇， RNG 的执行力拉满，直接放了这条小龙就是稳，这船长要被包了，看一下乐福南第一个一，哦呦，还在扭，哇，好准啊，乐福南第一下第二下还 A 你的种子， A 你的大西瓜，大西瓜被 A 掉了，谁的人头，剑魔还是妖姬，妖姬拿下，这个龙还拿了，妖姬回来，这个 W 踩，哎，被提前晕了一下。小虎这里也没闪的，小虎，哎，这里克里德什么意思啊？克里德完了呀，克里德，你在干嘛呀？我克里德这波又是白送，还要贴，天哪，有点看不懂了呀。这里哎，机回来了。小威很快的展现啊，而且还在扭，哎呦，小威这波扭技能很关键啊，一个 P 这一幕我见过，后续拉回来，小明这个闪现还没用，这波后续的话还在拉扯，十三面还有闪的，他还很回头勾，哎呦，这波剑魔被原空在原地活活打死呀，这一波 RNG 这边辅助这一波卖的太到位了呀，二杀林伟强，闪现过去被跟进三杀，后续怎么说呢？妖姬迟迟赶来，记忆了呀，没办法。哇 ，RNG 这种泰坦加卡莎的组合还是最熟悉的味道呀。你只要正面跟着我就行了，哥们帮你创造一片天地。这波 RNG 辅助卖的太极限了呀，把方普拉斯秀晕了呀。国内的这波能抢回上一盘的大龙吗？抢不到。而自己还在勾了，啊，可立德这一盘瞎子就有点，这个后面开反小火，先秒了一边，啊，这个有空哥的根本不怕，没伤害，再 A 一下，我没出来，嘎死了。
恭喜 RNG 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。那 MVP 应该是会给到 RNG 的辅助。这盘 Fun Pass 也没办法，还行吧。今天世界第一商单首秀还可以，好吧。可以，兄弟们，我就今天就播到这儿吧，我也下播吃饭去了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。拜拜了，拜拜，亲爱的观众们，拜拜。